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的疗剂是叫做英国初谷啊，拉丁名是 Bellus Perennis， Bellus Perennis 英国初谷，是 English Daisy 啊。呢、這个呢啲咁啊呢种嘅花朵咧吓，系、啊、好多时候咧喺一般嘅啊花园里边嗰啲草地咧野生嘅。咁呢啲呢啲咁样嘅，好似一只眼咁样系突咗出嚟咁。呢啲咁样嘅呢种植物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咧系不怀疑咧行过咧就踩，即系踩低佢哋嘅。咁但系咧好快咧，佢就会又会夹翻起身噶啦吓，一只眼咁又夹翻起身咁样。咁嗱，呢个疗剂咧可以点样去理解咧？嗱，大家相信咧都应该认识三金车啦 ，Anika 啦吓。咁呢个疗剂可以喺某程度上咧，其实就好似三金车嘅吓。咁、啊、佢主要嘅症状咧就系、是、疲倦啦，同埋咧系迟滞吓、啊、停滞咗。咁肿胀啊咁，好多时候咧就用喺一啲年纪大咗嘅农夫或者咧系劳动者。啊，或者啲員工嚇、啊，即係喺花園裏邊要辛勞，咁就過勞之下咧，係令到個身體咧就係好攰啦、冤痛啦嚇，呢、啊、種咁樣嘅症狀，亦都可以俾一啲人可能要長期嘅工作啊嘅性質咧，要去長期嘅去旅程去旅遊嚇、啊，要去啊咁去出差咁。咁啊，坐車，坐長途車，坐長途火車啦，係以前嗰啲啊，坐長途火車咧，係搞到周身咧係真係好冤痛嘅咁。咁某個程度上咧，我哋咧就係、是、當佢係一個好似三金車咁樣嚇。咁、啊、可以話咧係深層次嘅三金車嘅。喺同類療法咧，好多時候咧係嗰個助產士 midwife 咧係經常咧係用喺一啲生咗細蚊仔之後。啊、就应用吓嘅疗剂嚟嘅，咁我哋过去咧好多时候我都知道啦，生金车咧系对肌肉粗劳啊、攰啊、
勞碌啊，周身冤痛有幫助嘅。但喺嗰、那個細蚊仔女士生細蚊仔之後咧，嗰種咁樣嘅冤痛咧，係一個可以咁講咧，係子宮方面嘅腹腔裏面嗰啲肌肉啊，嗰啲冤痛咧，咁 Ballus Perinus 咧，英國初高咧係比生金錢係更加好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喺動物療法嘅助產士咧，佢哋咧差唔多可以話咧係經常咧係習慣生咗細蚊仔之後咧，就俾婦人咧婦女咧就用呢個嘅療劑嘅，咁會幫助嗰、那個減低個痛啦，令到嗰、那個那個流血會立刻停止啦，咁同埋幫助一啲冤痛啊，成個盆腔啊，全個子宮方面嗰種冤痛啦，令到我哋嗰個子宮咧係好快咧係回復翻佢正常嗰、那個嗰、那個位置啦，啊唔會鬆弛啦咁樣。咁你知道啦，好多時候咧，孕婦之後咧，好多啲副作用啊，譬如出現痔瘡啊、便秘啊、子宮下垂啊，或者嗰個膀胱鬆弛啊，因為都生咗細蚊仔之後咧，呢個療劑咧，英國初谷咧係幫助你咧係防止呢啲問題咧係出現嘅。咁可以咁讲咧，系令到我哋个孕妇女性个子宫咧系弹性咧系快啲增加翻嚟嘅。咁好多时候，就算你开刀都好啦，吓，即系你开刀生细蚊仔啦，咁都系令到咧嗰、那个系即系总之系盆腔啊、子宫咧系受过啲创伤咧，咁呢个疗剂亦都系非常之好，即系好用嘅。OK， 嗱，咁相信大家都了解認識嗰個另外一隻就嗰個Cipia啦，墨魚汁啦嚇。咁墨魚汁係一個婦女常用嘅療劑。咁墨魚汁嘅應付嘅地方咧，通常係同個荷爾蒙有關嘅。而嗰個英國初谷咧，係通常咧係對付嗰啲機械性嘅受傷引發嘅導致嘅痔瘡啊。嗰、那個子宮下垂啊咁樣，咁通常我哋話咧，嗰種嘅症狀咧，好似嗰個子宮咧就好攰、好重呢種咁嘅感覺嚇。生咗細蚊仔之後咧，咁 Ballus 咧，英國初谷咧係幫你咧好快咧係令到嗰個子宮嘅彈性咧係恢復翻嚟嘅。好啦，有時有啲細蚊仔嚇，有啲人咧，有啲女士咧係生細蚊仔，生好多個嘅，六七八個細蚊仔咧，咁佢子宮已經好鬆弛啦。甚至乎下垂都好犀利咧，咁可以考慮咧呢兩隻療劑嗰、那個墨魚汁同埋咧英國初谷嗰、那個呢兩隻都好主要嘅。好啦，另外一個應用嘅地方咧就係、是當你因為受咗創傷而導致嘅腫瘤出現，尤其是可能你個乳房咧係唔小心俾人撞傷過，咁跟住咧就出咗個水囊。或者咧，可能咧喺個膝頭哥又撞親，跟住咧有個腫瘤出現嘅。咁呢個咧英國初谷咧係呢個係首要嘅療劑嚟嘅。咁另外一隻空蓮咧係毒心咧，都有呢啲咁樣嘅嗰、那個腫瘤嚇。咁但係空蓮個腫瘤咧係比較好硬嘅即係如果你係乳房受咗撞擊，咁跟住咧出現一個好硬嘅腫瘤咧。嗰、那個療劑咧可能係空黏嚇個毒心，但如果係一種水囊嗰種咁樣嘅情況咧，尤其是嗰啲即係良性嘅腫瘤因為受傷，可能盆腔啊，可能子宮嚇唔小心俾人踢一踢踢傷咗佢，咁呢種嘅情況，或者甚至乎喺懷孕嘅婦女。咁佢發現個細蚊仔猛咁踢佢嘅，踢到佢嗰個腹部嘅嗰個盆腔子宮好痛咧，咁可以用呢個療劑去處理佢嘅。OK， 好啦，另外一個情況之下可以用呢個療劑咧，係當有啲人啊，即係可能曬得好辛苦，或者做嘢做得好辛苦，可能喺耕地嗰度咧喺度操勞啦，咁成個人咧玩即係做到興曬、滾曬、流曬大汗，咁見到有個溪水，有啲。即係好涼嘅溪水地方，佢就嘣一聲跳落去，咁一跳落之後咧，成個人咧就係受咗一種寒冷嘅刺激，跟住咧可能出現皮膚問題可能單獨啊呢類嘅，或者咧係周身冤痛自此之後咧，即係呢、這個即係突然之間寒一寒咧就身體過熱之下咧，跳落個凍水受寒咧，咁產生嘅嗰種周身肌肉冤痛啊攰啊，咁嗰個解救嘅療劑咧，亦都係英國初谷。OK， 好啦，
咁仲有一個應用地方咧，就係俾運動員嚇，尤其是或者年紀大嘅人運動員，平時好少做運動嘅，咁突然之間咧就係週末咧去做咗大量嘅運動，咁啊出現咧周身冤痛啊，啊關節痛啊，啊或者因為即過勞之下出現咧，咁、那個療劑咧除咗生姜之安利克啦，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咁仲有一個就係嗰、那個野葛啦嚇，個 Roostox 啦，咁可以試啊。如果都係唔得咧，咁記住咧可以用嗰、那個。那個 Ballast 嚇，英國錯谷，因為英國錯谷咧係好似即係喺某程度上好似野國 Roostox 咁樣嘅，就周身冤痛啊、僵緊啊咁樣，或者天氣變差啊，即係天氣變或者有行雷啊嘅天氣咧，嗰、那個膝頭哥咧就突然之間又唔痛又痛起嚟啊咁，或者咧係網球手嚇啲、啊、運動員咧，咁你記住咧，你試過 Anika 啊，試過 Ruta 啊。啊，即係生姜車啊、雲香啊、野葛咧，好似都唔未掂喎，咁可以考慮咧試下嗰個英國啊錯谷。好啦，咁所以咧過勞係一個因素啦，啊，因為嗰個周居勞動啦，嚇、啊、啲人出差啦，啊要坐飛機坐好耐啊，或者坐車坐好耐，坐火車坐好耐咧，成個人咧就周身背脊痛曬，咁可以用 Ballus Perennis 啦。好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因為過勞引起咧，即係。工作太辛苦咧，系導致咗失眠啊，有時咧三點鐘啊，會突然就會醒起嚟，瞓唔到啊，又身體咧又唔舒服，尤其是左邊嗰方面嘅唔舒服啦，啊都可以能用到嘅啊，或者咧有啲人咧可能因為子宮切咗子宮，跟住咧出現咧係嗰個扁頭痛，尤其是左邊嘅扁頭痛、周身冤痛咧啊，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咧係嚴重嘅啊痔瘡啊，即係好啲人要全部要跌曬出嚟啊，成個子宮要下垂跌曬出嚟啦，同埋好多嘅啊慢性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盆腔好弱 ，OK， 又生咗細蚊仔嚇，生咗好多細蚊仔之後出現嘅。好啦，另外一個情況應用咧就係、是、當我哋嘅皮嚇、啊、皮喺我哋嘅 spleen 喺我哋左邊嘅啊，如果有陣時咧皮咧係受傷啊，或者撞親啊好啊，唔小心揞親佢啊。咁、那個皮咧覺得好冤痛啦，啊，同埋好似脹大咗啦。嗰種痛咧，可能有時有一種啊，好似刀吉嗰種咁嘅痛啦，啊，咁呢種情況咧都可以諗呢個療劑，啊，咁仲有就係嗰、那個扭傷啦，啊，創傷，譬如嗰個足果啊或者手腕咧，啊，記住咧都可以諗呢個療劑嚇。咁、啊、人通常咧覺得好疲累啊，尤其是周居勞動導致到好疲累咧。咁呢個咧都係呢個個英國錯谷嘅，啊咁所以呢個英國錯谷係一個好好用嘅療劑，係喺我過去幾十年嘅臨床經驗咧，都好多時候咧係用咗呢個療劑咧，幫好多呢方面嘅問題嘅病人。OK。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